这第五回机器是哪门分数加的最多，以哪以你加的最多一门中奖啊。有的客户认为啊，那别的客户那个分数加的最多，他会不会就是说按他的分数来中奖？这个是不会的，是以你玩的机器为中心，因为仪器是对你所玩机器进行干扰的。好，我们等待这把结束，给大家去操作一下我们产品的实际效果。好，我们先种一下红色猴子啊。干扰啊，是长按3秒钟以上，这个有效距离是30至50公分啊。我们按住这个控制开关。好，我们松手啊。我们镜头随着屏幕看一下。好，再给大家种一下绿色熊猫啊。我们按动干扰控制开关，长按3秒钟以上的时间。实际打击过程中啊，其他按键可以附带一些分数，只要不超过你想种的这门动物的分数就可以啊。我们把其他门压一点分数啊。这个单压一门都是可以的啊。好的啊，绿色熊猫啊，压了199枪，中了3980。最后一把给大家种一下最大倍率的红色狮子啊，其他按键也压一些分数啊。好，我们